有什么尺寸确认好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再跟各位贵宾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后面还有人。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就是是信宫的，所以平台了啊，但是不是石经宫的峰顶了。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呢？有两个村村村子嘛，一个呢就叫伟平台。你是农家吗？不，俺不是，俺这一盖五岁家了。 这个地方的对面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我跟他介绍的，在比他比较近的时候看到的一座山峰叫石笋峰啊。然后呢，左手边这个呢有一个松树，像不像我们大家发给大家名字上面那棵红色的小的袖珍？那跟黄山第一个呢，这个黄山景色很漂亮。第二个呢，他有个好友，这个好友呢在山上做住持和尚。
另外一个杯底下可以。你是底下吗？嗯。啊，底下嘞。底下。只有啊，底下嘞，伊在翕相嘞。哦。伊在翕相嘞，只有咱在偷照。哦，我小公。系啊，我奇怪，咱系无人，听相底下去。那是拍照的。那上面还可以过去啊。可以过去啊。对啊，那另外有一个山头啊。这边另外有一个山头啊。奇景天然，我们不好看了，主要是如果连挡都跑不了，就没有人能帮你。